你打。哦，那也是一把喷子啊，这是。哎呦，哦，两把，一个在头顶上蹲着的，他妈的在 B 的 ID， 在 B 的 ID。哎，我怎么听到？二楼阳台的，还有一个，楼上还有一个。妈，直接飞下来了，这人。还有个右边防区的。我对面，我对里边吧。他们刚才对狙的吧，好像。哎呀，下意识的反应了，这个反应太快了，反应太快了。哎，忘了。我队友不在我旁，把我嘎了。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不会被队友骂了吧？没有，他们不太会。长痛不如短痛。我没听见脚步，二楼。楼顶，我看到了。楼顶。哎，下来了，好像。哎，下去了。哟，哦，看到。哦，我也看到了。他一枪，哎，倒了。哦。哎，这枪好吵啊！这枪。声音挺大的。打！我的妈呀！这我这带有十枪吗？这个人。三级头，35。完去了。好了，哎呀，哎，这种距离是真的难打，难得他妈打别人。年轻人，他妈真的，这人服了，他是真中招呀，他是，没假的，没头没假，哎呦，毒死了，他打了一枪。毒死了、哦！这两个人都被我打的都没头没脚了，不行啊你！三个。哎！三楼有一个。来一下子，来了！哎呦，那个小车库里边，二层楼也倒了一个。嗯，山上是不是还有个人啊？他死了，死了。我操！我这为什么我死了呢？他就是楼梯里好像，我准备锅他呢。